等你，我等了那么久。好，叹气下来，等你，对不对？等你，我等了那么久。把它唱的要有一个弹性的感觉，不要去唱的，等你，我等了那么久。不要用大白嗓去唱，要把它用气息。等你，我等了那么久。我们接下来学习第二句，花开花落不见你回头。好，注意，花开花落，落下来，花开花落，花开花落不见你回头。把这个头字位置把它挂上去，多少个日夜换气。我们唱歌一定要学会换气，就是你不会换气的话，你整个唱的时候节奏都不要啊，节奏都跟不上的啊。你看，多少个日夜，对不对？多少个日夜，多少个日夜，后面要干嘛？换气。多少个日夜，想你泪儿流。把每一个字、每一句都唱到心里面去。多少个日夜，想你泪儿流。然后再叹气下来。望穿秋水，盼你几多愁。好，我们来把第一部分连着唱一遍。等你，我等了那么久，换气。花开花落，不见你回头。多少个日夜，想你泪儿流。望穿秋水，盼你几多愁。老师都是一句一句的去教大家。一句一句的教，所以你是没学过唱歌的，你是零基础的同学，都可以跟着老师来学习，都能够去学会。每个人的声音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特色，所以我们只管如何去把歌唱好，不要去模仿谁怎么样的去演唱，我们就唱自己。即使你是零基础，你都能够去学好。所以没有点关注的同学，一定要点上关注，不然你错过我了。